你就负责挣钱养家，我就负责貌美如花。你要去整容啊？我这就算易容吧。回来了？啊？怎么回来这么晚？嗯，吃饭了吗？我，门口就闻着这么香啊。嗯啊，炖了红烧肉。哇，这是犒劳犒劳我呀？我是犒劳我自己，我这个月做成了两单。 虽然提成不高吧，可是我开张了。哎呀，厉害呀！啊，那是，没准以后我能挣的比你还多。你看，别说，我觉得我最近这饭越吃越软，越吃越香呢。<笑>工资发了吗？把工资单给我。哦，工资，哎呦，工资单我没拿，我发了，我回头我转给你吧。那个，这不公司最近的业务调整，然后那板块都没推展起来呢，我估计这两个月的奖金。 可能就悬了。没事儿，我现在财大气粗。嗯，这不是以后咱俩一块儿挣钱了吗？也是给你减轻点压力。哎呦喂，那真的谢谢你啊。嘿嘿，谢什么？你最近表现也不错啊，回来早了知道帮我做饭，回来晚了知道帮我洗碗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图谋不轨啊？啊？哟，这还让你发现了？你看，我都打算好了，从今以后啊。 你就负责挣钱养家，我就负责貌美如花。你要去整容啊？我这就算易容吧？我可没这钱给你整容啊！哎，对了，明天我可能要晚点回来，明天晚上我得去见几个客户，你回来的时候把菜买了啊。哦。我跟你说啊，那个肉呢，你在菜市场东北角那个刘二肉铺买，嗯。 刘二他们听这么熟啊！哦，你们以前老说嘛，你们说那家卖肉的脾气特别好吧？对，他是脾气不好，不过他家肉新鲜啊。哎呀，你这一天一天都干什么？怎么累成这样啊？这能干什么？干活呗。哎，还真是，回来这一躺啊，就不想动了。你别躺着，你起来帮我去看看肉怎么样了。啊？这么炖着吧。 闻着挺香，红烧肉糊了。嗯，真起不来了，干嘛吧？累成这样了。